你会摆这个数字二吗？当然会了，猪妈妈，你快看呀，我现在就来给它拼。哎，先来拼一个橙色的，还有一个圆形的，给它放在这里。再来一个蓝色的，哎，放在这儿。再来一个橙色的，哎，还有最后一个，我就拼好了。哎，快看，拼好了！哇，乔治，你可真棒呀！来来来，妈妈奖励给你一桶爆米花吃。哦，太好了，吃爆米花去喽！小佩奇，你会摆这一个小花朵吗？当然会呀，先拼这一个三角形。来来，先把它的花朵给它拼出来，然后呢，再来拼它的正方形。哎，再来一块。再来一个，快看呀，妈妈，我也拼好了。哇，我的小佩奇真是太聪明了。来来来，妈妈呀，奖励给你一盒棒棒糖吃。哦，吃棒棒糖去喽。到我猪爸爸了，听说拼好拼图就可以吃好吃的。来来来，我猪爸爸也要来。好好好，猪爸爸，你呀，现在就来给我拼一张蝴蝶。嗯，这一个蝴蝶看上去它好难呀，我的天呀，这我能拼对吗？哎，把它的翅膀呀给它拼上。再放一个绿色的，哎，给它放在这里吗？哎，再来一个，放在这里。哎，快看呀，我已经拼出来了一半，再来继续拼它的另外一半。嗯，先放两个红色的，再来放上一个蝴蝶的翅膀，哎，给它拼在这里，这一个拼在这里。哦，快看呀，我猪爸爸也拼好了。嗯，猪爸爸怎么拼得怪怪的呀？他到底拼对了没有？我要不要奖励给他好吃的？